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全屏植物的大招吧，记得给大嘴level 三连哦。第一个植物，星星果。之前我们看过了天使星星果的全屏大招，那个特效实在是太炫酷了，直接把我的手机整卡了。这个星星果的大招虽然比不上天使星星果，不过也还是挺好看的，毕竟它的星星要更大一点。下一个植物，橡木弓手。这就是真正的箭雨啊，这么多的箭从天上射了下来，虽然说特效不咋地，但是吓人呢。下一个植物，大力花菜。我记得这个植物的大招好像是会把僵尸扯过来，然后再暴打僵尸一段，不过对面都是巨人僵尸，所以他就扯不动了。下一个植物，大嘴花。龟龟，这个大嘴巴，它的嘴巴比我的还要大呀，感觉可以直接一口把我整个人都给吞下去。下一个植物，鳄梨。嘿嘿，这个植物的大招好好看哦，召唤出来这么多的鳄梨冲了出去，不过这个伤害好像有点低呀。最后一个植物，导向剂。它的大招就是扔出一圈闪电飞镖，不过这个持续时间也太短了，要是时间能再长一点的话，应该还是挺好看的。那么今天的这些植物，你们认为哪个植物的全屏大招最好看呢？记得留言告诉大嘴哦。